养万物之灵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承德先天一清，并穷尽一生修炼后天之气。修炼之法催生出了以修得要领而拥有异常力量的人们，即所谓的异人。然而异于常人的力量带来了异于常人的争斗，异人与异人，异人与常人，这无穷无尽的争斗从上古伊始一直持续到今天。好、oh。